祝福你哦。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，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。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讲到风台一所带来灾害，有当时啊，让人料想不到，在1977年塞诺马台风伊捌对南台湾造成真严重的灾害。阮今仔日主角黄宏陈新师姐，甲伊的孙兄黄东山，就是塞诺马台风的受灾户。为着生活，阿新师姐全家五个人离乡背井来到彰化讨生活，打拼几啊年，生活总算安定落来。伫个两年前，莫拉克风台重创南台湾，组织拄着组织人解无款，伊才开始熟悉组织。变成环保志工，这两年外来，苏姐是用什么款的心情来做环保嘞？咱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节目。好意思的事情，哈哈哈哈。啊，是讲这个，啊，看书坐咧做，啊，是讲看咧做，是讲啊，加减也做袂歹咧。啊，做着挺欢喜心的，我想会做这感觉袂歹。所在矮啦，心宽较要紧啦，心宽较重要，所在矮袂紧。拄我遮拢无物件，拄我这边拢无物件。小峨眉捆绑点啊！随时保持精神，看我登国了。就唔讲小本事就垃圾。袂啦，我拢甲讲是你的心家垃圾，小本事遐垃圾，迄是咱医的呢。咱若无甲医的，伊哪会垃圾？咱食食也无甲用，何咱咧垃圾？然后咱的心阿嘛是垃圾干嘛清气，那可能垃圾我拢唔爱讲。那个是用的茶壶。啊，拢摕石头好，我这石头就旧啊。还好啦，我咧生路啊。啊，大骹路啊，拢麻咧胖胖啊。你搁甲用迄个肥皂哦？会啊，会啊，用迄个穿咧洗碰碰咧啊，啊无洗碗巾啊咧啊，迄拢旧的呢。
所以恁这样真正是环保生活呢。你看这样环保生活，食饱早时啊开始做些，暗时煮些就好做些。啊，这世界嘛用，咱嘛用用，啊嘛用回收。我爱甲这白阿妹啊注意注意啊，老人啊呢。算爱体会家己啦，啊，家己去做做出来，啊，落人也看讲，哎呦，啊，这袂歹，啊，那就做人去做。住厝也是同款安尼啊。你虽然你找差无济，你嘛是拢用心咧。用心咧做啦。啊，要像咱要像哪咱讲足济话，咱也袂晓讲。用心做做，互伊看，用实际去表现。你去管，你去管。你管哪好紧，我这嘛是，你提出来白白。你这样干净，你也唔做，啊，要做爱做有始有终，有头有尾。所以你的个性就是拢安尼。对啊。做拢莫共做，阿要做咧做做有一个迄个，袂使共做重。啊，我当时甲小妹说者，因为话我伫落雨无来啦，无我拢嘛出来，加减减拢嘛出来。咱食了是快乐，甲身体用就好。较有闲才会做。会消化，啊就不同。啊无，像咱咧读册啊，我真正也无闲用做，我会拄久。所以嘛，好佳哉，有实在小妹师姐吼。嘿，我拢会拄久。哎，我感谢伊咧，我做者，伊拜三拢会甲我斗前面咧，伊拢会加叫一半。等下有好帮手要来了，记得。我来讲，前世做做姐妹啦。我来咧讲，我会上街啦。我来甲讲啊。唔知咧，前世安怎我嘛唔知。我都按一个一个按啦。啊，人讲前世因就世果，啊，咱这世修的前世做了对。平常心就好了。人来世间就是安尼啊，啊做这有意义的代志，无感觉无啥物好怨言的代志啊。你今日看，看哪话，佫比咱较艰苦还佫多，吼、哦。话去足艰苦的，哇！你若看到迄足艰苦，你就看家己流目屎，哎呦，安尼敢足袂歹。所以恁拢有迄、那个有同理心吼、嗯，同理心。对，啊，感觉啊，会当付出就尽量付出啦，莫用付出给人啦，咱付出给人较迄个啦。你若人付出给人嘞，会迄目屎着。我也常讲啊，啊囝家咧做，啊若囝，咱若有一顿通食，咱有一顿暗暝通食就好啊，对。啊，若做感恩遐囡仔，阿弥陀佛啦，做清啊就好。啊，改变命运啦！啊，真妙！啊，土的真妙嘞！土的土的改变命运啦，改变命啊，改变啊！
少年到即摆拢感谢着啦，啊，老来囡仔，拄啊时间定会下，孙啊拢读国校啊啦，啊，剩下时间要创啥？爱环保啊。即摆生活重心。因两个生活重心拢伫遮，拢伫遮。啊，那就是多积心啦，啊，清净心嘛，啊，你也无做缘积心啦，啊，烦恼心嘛。好啦，我嘴讲，手骨来紧张了。对哇。做烦恼欢喜心啦，啊，做有啦。无欢喜心做有啦。我跟你说哦，因为哦，因两个算是真好命的人，真的哦，人因囡仔拢大汉啊，成就也很有成就啊，啊，佮囝足友好的，啊，上甘心的是讲，下人因的囝佮无人家讲反对，哦啊，伊佮我当像那阿仙师姐，我是知影，她是自愿，佮她去看咱安尼咧做，人伊都要对咱做。最感人的是她的师兄。哎，真正，伊本来是拢伫迄落，一早是拢去咧念佛，伊即摆嘛是拢安尼。可是他放得下身段，笑一个。本来迄个垃圾车啊、纸母车是阿新咧捡，阿新去捡迄个啊，做啥？迄个师大的时阵，换伊接落去。唔捌看到遮下做遐济物件哦，哎。自我结婚吼，伊天生的个性善良，啊好的代志，意志力超人强，啊个性善良，意志力强，啊伊袂住边兜吼，袂场所伊袂听，一般人就伊袂甲人安尼先讲角度伊无爱，你要讲啥物话伊也无爱听，伊会走，啊啥物代志伊也听着伊嘛无爱讲。伊这心口，伊这口就做到真好。以前都讲无人，阿尾有人，我就你要来看，伊个思维啊，讲前面那个所谓，阿尾有人，阿叫我伊要看卖，阿伊就讲，看以前啊，拄好一个做伊个心理啊的迄个阿兄，阿坐个谈护理，阿护理一电话啊，安尼去报。好。真重，这我挂这个较重的，迄个轻的哦。哈哈哈！重，
咩凉皮皮？天天无休，天天无休来，我来做，阿无因逐工嘛咧做，啊你无做无阿扣哦，足惊，无做做哦，迄心里想讲啊哟，拼掉了都无菜，我食无菜，啊着逐工咧做，做个安笑来哦，啊我妈妈你逐工来，天天无休比我较骨力，在家即马要完工啊，啊你要去倒位做？完工啊，完工都对孙要家做啊，爱做的我嘛爱个回，爱个整理啊，吓、啊，整理是会早起安尼啊。做你工作是拢做袂完的。做袂完，哎，我做袂完。安尼好啊，哎，食老还是做袂完，安尼好啊，做到以后安尼把只客安尼。本来就较袂。你是咱有较建议啦，建议你的，起啊较免先建议啦。我你想要安尼变啊？啊，找物件，啊有看啊找，啊无就无啊。啊，你讲袂惊垃圾无？啊，人咧垃圾的，心无清净就垃圾啊。啊，自性无垃圾，啊无清净啊。迄是人咧垃圾，是人咧讲的啊。啊，自性佛性无垃圾啦。以我个人认为，只做道场。做些啊，珍贵念佛，一个叫回收，啊，一个念佛，同时啊，念佛不爱做回收，不爱念佛，啊，就随时随地都要念佛。所以你即马家你所有的重点拢要放咧上上。这是我即马重心，因为我无挂碍啊，无挂碍啊，啊，囡仔、孙仔都拢要读册啊，啊，我要创啥？啊！你就是讲，你世俗话来讲吼，即、這个年龄来无运动啊，咱拢有即个慢性病，拢会食药啊。药啊，食些无运动的，身体愈歹啦。啊，药有食，
有运动、有流汗，排泄出来，对身体才会健康啊。所以，甲这做运动啊，啊，袂真忝做运动，这是咱这个世间事的代志啊。也是爱锁身向下，哎呀，我弯腰啊，锁身无向下吼，袂成就啦。即嘛是讲推全民都是要去分类嘛，所以即个动作一定是讲你若无去做先，你若要讲回收，还佫增加人的麻烦。所以咱，因为阮妈妈伊做人个就是讲很仔细，他会把事事安怎去替人想着，所以讲尽量把它做到分类好，然后去到人遐，然后讲节省比较时间，较方便安尼。跳了两点钟，我嘛爱做了三点钟。爱个洗炉啊，爱个去整理，安尼消磨时间。说像他们这样去捡那个环保的那个保乐瓶什么的，一定会遇到比较脏乱的状况嘛。对啊，那像一般我们可能就是不会想到那么多，不会想要去做那种事情。而且他回来不是就是回来，他还要把它重新弄过。你们今天拍的时候可能看到，他要把它弄干净一点，这样子人家到时候就是师姐他们来载回去的时候，就是不用再重新整理了。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这个吧。对啊，你可能拿回来就放着，然后就直接再拿去那个回收厂，可是他是再把它弄开，然后再重新整理一遍。对啊。阿新师姐讲，三十几年前塞诺玛台风了后，因一家人想的是要安怎生活落去。两年前的莫拉克风台，煞乎伊甲孙兄踏入租界道场。迄个时阵，伊看秀梅师姐做环保，感觉家己嘛会当做，想袂到这份单纯的心。让他两年多来不只赚到健康，又赚到满满的欢喜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这些年轻人爱做这个，不做那做身体不好用，做老倌啊，大家来这运动就满载而归。对啊，阿姊来了满载而归呢。阿姊来，有看下面嘛？对哇。我咧想我做这人啊，更加闲。阿姊无拉啦，阿姊其他等伊闲的吼，等我退了，阿无拉啦。